我离你远点，我就看不清弹幕了。离你远点，我连人都看不清了。问我个事，你说，你说，我看看我回不回答你，我想想我回不回答你。你说什么事？啥东西？欢迎我们老杨。感谢我们露露的舰长啊，露露牛啊！抬头挺胸被打，我戴个眼镜啊，要不然我看不清东西。抬头挺胸被打之。或这是什么形容词？这是什么形容词？搞不懂。很少有说我漂亮的，很少有人说我魅惑牛。被魅惑住了？不，我纯粹是因为看不清，你知道吗？纯粹是因为看不清，要不然我就这样了，要不然我就这样了。因为看不清，我就这样眯着看，这样看。好香啊！不要对你下嘴，这是你吗？你确定这是你吗？这是刚刚那只驴吗？换人了。对，我是巨蟹座。欢迎老杨，欢迎。这就是你，你不干净啊。感谢阔面男人老板的礼物，感谢老板。
晚上好，晚上好。啊，感谢我们小拔的民谣酒馆，我刚刚没看到。我现在近视贼严重，因为没有戴眼镜。我以前是有其他的号，以前是有陈月七七七，看特效，不用，那个你自己留着吧。现在疫情这么严重，钱能花出去就不错了，不要给我送了。我来也不是为了收礼物的，就纯粹告诉你们一声我还活着。啊，你不要总送礼物，没关系的。啊，对，我打个 PK， 你要送礼物的话也可以，我打 PK 你帮我赢了，好吧。挺胸收腹，挺胸。我肚子本来也不大。第一个号被封了吗？没有。PK 看我输。接手不了啊。Hello. 怎么了？对，嘴巴有点流血了，被我撕破了。我不怼着摄像头，看不清你们在说啥。怎么这么漂亮，不学点才艺？哎呀，我打个板儿，有没有人介意？感谢我们洋洋的为你加冕。哎呦喂，洋洋，感谢我们老洋，感谢老板打气。我打个板儿，有没有人介意？有没有人反对？那这局稳赢了呀。老杨今天有没有信心帮我赢十二局？我随意。今天帮我赢十二局，我圆满了人生。我被隔离，我也心甘情愿了。帮我赢十二局。哎呀，我真的是坏女人啊！还是不太熟。打吗？可以打，那就打喽，可以打就打了。
不是玲珑塔，是那个同仁堂。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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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要能帮我赢十二局的话，我就谢谢你。不是玲珑塔，我不会玲珑塔，我会那个，我会那个同仁堂。但不不，咱不加小板行吗？小板我还得再练练呢。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大名医列两旁，这个先拜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提轮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这个孙思邈医术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后末治好了，一针治好娘家的病，这个两针扎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心喜，金身点他在当朝，封他文官他不要，封他武将他把头摇。万般出了个无忌奈，亲身赐件大黄袍，在一旁恼怒哪一个，恼怒了竟得老英豪。围城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马抡鞭功劳大，你为何不赐那黄袍？一副钢鞭拿得了手，手拿钢鞭赶黄袍，这个一赶赶到八里桥。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黄袍供在药王镐，那黎民百姓才把香烧。王镐里面有兰桂，那兰桂3尺3寸3分3厘高，一边撂着压腰捻，这个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刀亮汤汤，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后炸这个槟榔与麝香。这个桃仁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了沉香床，睡到三更交白夜，这个胆大的木贼跳进了墙，盗走了水银50两，这个金毛的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人参这才坐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那棍棍打在了陈皮上，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那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风丸小风丸胖大海滴溜圆，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名儿个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OK， 谢谢 Thank you。匹配不到，匹配不到。阿森抱抱我，这是青春痘。这是痘痘，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这个样子吗？就是为了怕你们误会，所以总是遮着它。哎，你们总是把就是人想往最坏的地方想，就不让你们看到它就好了。我今天没戴口罩上播就不错了。叫什么？我看不清，我看不清。我八分就28级了，是吗？但是，啊，真厉害！哇哦！你们绝对猜不到我刚刚想说什么，你们绝对猜不到我刚刚想说什么。
cos 不是，我告诉你，那个本来我是想着发一个可爱一点的照片来挽回一下我的形象，结果呢？结果我当时在想那个发什么文案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看这张照片，我说这张照片适合什么文案呢？啊，我本来想发一个可爱一点的，可爱一点的，我说兄弟们想我了吗？然后我一想，这也不是我性格。然后我就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哎，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我一直以为那个是个羊，你知道吗？后来觉得我那张照片是个兔子。哦，最后我就觉得它像那个一个蓝色的那个驴，哎，那个蓝色的驴也吐个舌头，就那个，巨搞笑。然后我就回不来了，我就怎么看怎么像驴。就一点都不像个人了，那张照片。那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我说 cos 个驴，就贼好笑，就挺好笑的。没戴美瞳，所以我近视嘛。那我现在看那个也像个驴，你知道吗？星星是每个月要赢12场 PK 吗？嗯，不是，是赢12场 PK 有钱拿，是给几百，还是给1000啊？B 站。就多给1000块钱，啊，不去税的那种，啊，不去税的那种。感谢我们杨总的守护之翼，感谢老板。感谢我们洋洋的告白花束，感谢老板。行了，输了就输了，咱不干了。行了，输了就输了。好了，就这样吧。没事，输了就输了，没关系。对，惜败，哎呀，就差那一点点，就差1000块钱。没事，小事。眼睛好好看，使劲看。有没有看出来我眼睛今天和平常不一样？我今天贴假睫毛了。今天唱啥子歌？我不，你想听啥？你想听啥？今天眼睛憨憨的。离我好近啊！贴。我发誓不会懦弱。曾经自问自己觉得最得意的判断，偏偏在最活跃的时期感到精神涣散，中了暗算被牵动，那种感觉不能怠慢，也想过跟你一起富贵，一起共度患难。不知从何时你也怀疑我在劈腿，强调了最有力的解释，你却说我虚伪。不知道所有东西都被现实摧毁，其实你离开时。不知不觉地放开你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们都没有错的对找不到任何意义
hard to find a reason.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往后点我看不见。就我脸大不大已经不重要了，我就想看见弹幕。我在这就已经看不到了。你这写什么我都看不到，我更别提我在这儿了，这啥都看不见了。就我是有爱，人畜不分了，现在已经。不知道啊。熊大就够了，可是我今天没有露啊，可是我今天没有露啊，我今天穿了个背带裤。过去的失去的就任它随风飘散，努力过的收获的绝不会留下遗憾。对面一天那个嗨，应该不会匹配到第二次了，除非 B 站没人了，除非 B 站没人了，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不是，应该不是。啥叫红苹果？等到隐形眼镜到的时候。Give me the power, but I still love you. 我手上的可不是啊，我手上啥也没有啊。因为看不清东西，所以竖屏。躺赢了。没事没事，输了就输了，不是你们的问题啊。没事没事没事，输了就输了，没关系，小事情。输了就输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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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就输了。你说的拉着不去，没交集大都不去，眼里是妈的妈的，根本不用深思熟虑。你说的像只狐狸，别人蒙在鼓里，你没有 money money， 那他对你置之不理。在别人嘴里，她是一个美丽坏女人。只要你有钱，那他肯定就会赖你们。But I don't think so， 你对他了解有几成？这故事中的凶手同样也会有你们，他只会选择你。他坚信这个世界全部都是假的，所有人都是假的，所有的话也都是假的。他说所有掏心掏肺的人傻了，心里的人都千万不要任何瓜葛。爱情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编剧，他不想废话，没过多的言语。偶像剧，那个人这辈子永不会再相遇。She's not good girl， 其实没有那么坏。She's not good girl。
在那海边看花，等待他去旅行啊。他觉得往后日子应该就是这样吧。可是有一天，他找了个理由，我不喜欢你了，我现在希望你走。这样的瞬间无法承受。他开始变了一个样，说不能掏出真心。他觉得整个世界充满了欺骗的声音。所有的男人都是渣，反正无法分清。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局就是婚姻。他开始抱怨自己当初那么傻，怎么会这么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周围的人都在说他怎么会堕落了，这是豆豆，他一点都不在意，就说随便他们吧。没吃，我还没有吃饭。什么歌曲叫他不是？要去开会啊？你不是疯了吗？你在哪里啊？你现在解封了吗？好吧好吧，那你去吧，那你去吧。就我会唱歌吗？不不，我五音不全，我从来不唱歌，我从来不唱歌的，我活十八年了从来没唱歌。好，没事没事，欢迎我们望着天空做梦，欢迎宝贝。知道了知道了。真的活了十八年吗？不然我现在是死的吗？不然我现在是死人吗？算了算了，输了就输了，输了就输了，让那个让洋洋走吧。输了就输了，输了就输了。我是真近视啊，我近视四百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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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就输了吧。哎呀，今天就赢了一局局的，感谢我们陆总送的。不用不用，你不用把钱放在这局，宝贝儿，这局咱输定了，咱不用把钱放这局，你可以放到下一局，下一局万一赢呢，这局必输啊。哎呀，在路上就是下，真的，这个是真的，这是实话，这实话。好，感谢我们洋洋的守护之翼，感谢老板。拜拜拜拜拜，爱你爱你。哎呀，二百多个人都跟你，是骂我吗？你是在骂我吗？什么意思？啊，没有没有，我跟那个跟一个老板拜拜。眼睛还有神，看不出近视。那近视应该什么样子？好不好？好不好？没有没有，我这里没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说近视不好的意思。说也说眼睛有神是在夸我。
这是痘痘，哎呀，气死我了！以后不播了，真的，以后只要我脸上有个痘，我就不播。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是痘痘，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你说他们气不气人？去睡觉吧。自闭啊，肯定自闭啊，那快小半个月没跟活人说过话了，快小半个月没跟活人说过话了呀，天哪，没有不开心啊，没有不开心，之前没有出去了。就异常的后悔。哎。悔不该当初啊。疯了疯了。吃麻辣烫了吧，我前一阵子胃炎呢，我在河北啊，吃胖了可能，可能吧，为啥开小号了，我啥都给，我啥都得告诉你呗，我啥都得告诉你，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什么都要告诉你，我就不能有点隐私吗，我作为一个主播我不能有点隐私吗，我还不能有点小秘密啦，双眼皮，看这么长时间没发现我是双眼皮是吗？哎呀，陈月，我叫陈月七啊，欢迎各位来到月七的直播间，我是陈月七，你们可以叫我月七七七哥，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知道的慢慢了解，希望各位可以在月七直播间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晚上。我穿的有点，我穿的有点露吗？这我还是精打细算的呢，这是一点不露的，这我精打细算的，这我还穿了个背带裤，我就这儿露了点肉，这在里面也看不见啊，我这一点都看不见，我漏了，你眼睛的问题吧，后面有人，让他间隔我两米远，问他核酸，问他是不是绿码。
不是绿码就从我家出去，什么玩意儿？穿那纸巾挡一挡，不是？我没有啊。这一点不漏啊，这漏啥了？这漏什么了？搞不懂为什么。哎呀，就很不懂啊。把绿码交出来，看我直播十年了，知道我叫啥吗？看我直播十年，知道我叫什么吗？你猜我是叫陈月七还是陈七月呢？你猜猜。今天小电视红包有点多，那个是因为那个奖励的，因为我 PK 赢了嘛。他那个官方奖励给的，陪伴了你整个童年，好家伙，我都没长大呢，陪伴你整个童年，我去，牛啊，牛啊，真棒。我姓陈，不管怎么样我的姓是不会改变的，好吗？不管我取多少的网名，我的姓是绝对不会改变的。陈月的第七，我叫陈月七啊，你们能不能不要这样子讲吗？啊，我现在说话有问题，真的，我现在说话巨烦。我叫陈月七，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说话？官方返利引流是怎么？就是现在有个规则吧，还是怎么？赢几局 PK 还是就是收入多少钱？就是达到了他那个主播任务那个标准，然后小电视就会发红包。但是他那个红包我一分钱没有。就他那个红包我是没有一点收入的，单纯的就是为了推流吧，应该是。过年到现在胖了多少？没有。我是因为就是从过年到现在因为胃炎瘦了，然后胃炎好了过后我又吃，但其实跟过年之前的体重它是一样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着胖了，可能是因为我凑得太近了。大家来一句，以后孩子随我姓，以后孩子随我姓，叫姓陈哈。抠嘴皮吗？没有，我鼻子下面长了个痘痘，我遮一下，要不然你们总说是其他的东西。有没有这个特效啊？能不能让我遮一下？贴纸。
色就没有遮这个鼻子的吗？你整这些花里胡哨的，啥都遮不住。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好可爱，我就想遮个鼻子，就那么搞个胡子，哦，可以哦。我的麦没坏，眼睛看不清了。有没人连麦吗？可不是吗？可不怎么的。对，我没有隐形眼镜了，看不清，所以就没有横屏直播。不是麦坏了，我的麦特别的好。我的麦特别的好。哎呀，我的发卡掉啦，挂上去。哎呀，又掉了。我的麦特别的好，就是没有声音啦，因为我又不是横屏直播，哇哦，遮不住就花科治，我在这儿喝花科治，我还不如我这淌个鼻涕呢，好家伙，我在这儿花科治，你真有意思，哎呀，你真有意思，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真有意思，鼻子下面长了颗痘，遮不住，让我画颗痣。你要是化妆师，你能给人家气死，气死我了。为啥有鼻涕？画两个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们就不能正经点吗？虽然说你们没有搞黄色，但是你们这个太好笑了。我们发誓不要，你不要再当搞笑男了好吗？让我们深情一点，让我们都近视吧，都深情一点，呵呵，太搞笑了。啊，气死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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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笑死了。你是陈云熙大号，我手都在这儿啊，我手都在这儿呢。你这也我跟他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啊，我不认识他。我能搞个黄色吗？哎呀，这我就不瞒您说，黄色。黄色。黄色，
黄色，厉害吧？哎呀，都说人家不想搞黄色，不想搞黄色，你非要让人家搞黄色，哎呀，好生气哦！哎呀，好难过的了啦。黄色，我只搞黄色，其他的都没对象啊，只搞黄色，其他的都没对象。哦，我们忘了天空做梦，来连一下吧。Hello， 你好啊。但是我不记得你之前有连过麦吗，宝贝？哪有，第一次。第一次连麦吗？你第一次和我连麦吗？还是第一次连麦？第一次连麦。啊，你是高中是吧？对。你是在哪里啊？你那边还是在学校里面上课吗？没有，放假今天。哦，对，我今天放假，今天周六啊。平常学业繁忙吗？还好，但是有的时候会卖东西，搞钱。什么意思？就卖吃的呀。嗯。在学校里搞钱。有没有在学校里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啊，那没有。那不可能。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你有没有喜欢的男孩子？那，哎呀，那更不可能了。哦，好好好。有没有喜欢的宠物？喜欢猫。哦，喜欢猫啊！哎，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哎呀，喜欢。你有就是品种什么的咱就不聊了，因为再聊的话就有点尬了。想想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就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我直播的？就过年那天。过年？啊，对。就是我那个春节联欢晚会没看完，然后就从奶奶家赶过来那天说。啊，这个我没听着。你那天是没看到还是刚我说的话没听到？等一下我戴下耳机。啊，好。就是我但是当时我记得你好像是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才过来的呀。没有，对，就是过年的功夫呀。可能。你当时发弹幕了吗？当时没有，就看了两天。对吧？当时没有吧？要不然我肯定记得。非常的喜欢。那你，想想，你就是其实 B 站我很少能够遇到就是像你这样的男孩子能够这么支持我的。啊，除了露露哈，除了露露啊，这样，而且你能够基本上每天都在，而且每天都会支持我，就是和我想象中的粉丝啊，就是那两个字，它是就是特别的符合。你是为什么？你是为什么呢？能问一下吗？啊这个我怎么回答啊这个？好了，那就不回答。我想想，你是还有两年考大学吗？啊，对。那你还蛮小的呀，你比我小啊。
好好好好学习，好吧，好好学习，好好学习。OK，对，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就是礼物什么的，咱们就不用送你。你不会是在抽烟吧？啊，没有没有， okay. 没有钱买的，已经穷了。不要不要总抽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知道吧？OK，那你要你高中上学学习还是要早点休息吧，然后要好好学习，加油，要考上大学，不要像我一样，最后过来跟我直播。过来当我的运营，好吧？啊，那也可以啊。可以什么？我不愿意。要好好，要好好努力，好吧？你是你想当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算了算了算了，不聊这个，这个有点太……你要回答也可以，你要想回答，不想回答咱就撂。啊，就这就。平平淡淡，有钱花就行。有钱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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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非常的相符合啊。如果说你那个不介意的话啊，回头等过两天吧，等过两天我就和那个我们若若结婚，好吧？你应该不介意哈。啊，这个。好了好了好了，那要一定要早点休息，然后好好学习。嘛，然后这个直播这边你不用操太多的心啊，毕竟我是个主播，我播了快两年了，到时候你周年的时候来就行。周年的时候，到时候我抽奖，我给你整个黑幕，到时候我把最后所有的抽奖抽的礼物都送你，好吧？那可太行了。好好好，那就先这样子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好，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拜拜。因为我肯定还要播会儿，你还得再陪我一会儿，还得再陪我七分钟吧，差不多。七分钟过后就要好好睡觉啊，拜拜，爱你，拜拜。哎呀，其实我不认识他，其实我不认识他，但是他对我给我的印象超级深刻。这个男孩子，就望着天空做梦，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超级深刻。从我记忆就是打我记事开始，就从他从我记忆里面第一次我记得他是有一次直播的时候，那天心情不好，然后有个人说我什么来着，我也忘了，然后他帮我怼回去了，他就来一个人说我，来一个人他就帮我怼回去，他也不害怕什么，他就直接帮我骂过去，就超级，就我反正我对他印象超级深刻。我很难能记住一个人的，尤其是现在我遇到的人太多了，很难能记住一个人。所以尤其男孩子就是忘得快，想记得快，忘得也快。嫁了吧。他还没有成年，他还是个孩子，他还是个孩子，放过他好吗？放过他，他还是个孩子。他是我就是遇到的所有的就是我十万粉丝就是所有粉丝里面最让我觉得就是和我想象的粉丝是一样的，和我想象的那个粉丝是一样的，就不会去就支持我啊，支持我，然后呢也不会去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他是那种无私的喜欢我，他不觉得就是，他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喜欢我，但是也是我如果受欺负的话，也会帮我欺负回去嘛，他是希望就是一个粉丝，真的，所以我对他是第一个，真的他是第一个，所以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我估计这个人我能记一辈子。伪粉，对，伪粉，啊，贼紧张啊！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在一起，你如果我真的让他跟我在一起，他不一定会答应的，你知道吗？啊，他就是一种让我真的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当主播的好，啊，让我感受到了当主播的好处。虽然我平时这个也赚不到什么钱，直播其实也不是很开心。啊！但是有你们陪着，
但是就是有他的鼓励啊，我难过的时候鼓励我，受欺负的时候帮我怼回去啊，平时没事帮我控场，就当然了，这个肯定是模范了，这个是我们这个2313605的班长啊，这个是真的。再来一个水有土形，我是答应跟你说答应，别，你还没有成年啊，你还没有成年啊，我现在你这是在引诱我犯罪。OK， 开玩笑啊，开玩笑。能圆回来。没有说你们不好啊，没有说你们不好，我只是说他太好了。哎，叫什么？望着天空做梦吗？望着天空做梦。好 ，Hello。连到这个了。什么？哦，没事。点错了是吧？也可以聊一会儿啊。也可以聊一会儿，那还是算了吧。那我们就是，你是别人家的粉丝是吧？对。啊，你今天为什么点到我了呢？今天就看到有红包就点进来了。挂了吧，你关注我了吗？关注了，关注领红包，等一下再取消。你认识我吗？不认识。啊，好好休息啊，晚安。我感觉我好像被耍了，你知道吗？我刚刚经历了，我好像有病。刚刚都经历了些什么呀？我还是个孩子啊。我麻了呀，哎呀，我都慌了。我都慌了，我现在想死，你知道吗？哎，我马上，哎呀，我不打 PK 了，马上下了，下一个，已经没有人敢和我连了，因为太尬了。慌啥？你别说话了好吗？你别说话了，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取关吗？你赶紧走吧，我就不留你了，我就不留您坐了，好吗？啊，下次来记得，你说你来就来了，连礼物都不带。哎呀，我个直女不会跟男的聊啊？我不直，难道我是弯的吗？我不觉得我的聊天方式有什么错误啊。我家小宠物吗？不养啊，我家不养小宠物。我爱无期连，他连吗？他连的话，他没有连啊。用白嫖守护直播的每一天，你关注了就行，你关注了就天天白嫖，能让我记住也不容易，能让我记住的几乎都是一些什么神通广大的那种，就是天天黑啊，天天黑我变着法的骂我那种啊，换号骂我，花钱骂我那种，能够引起我的注意，或者那种啊，钱花的特别多的那种，或者像我们望着天空做梦这种，但是望着天空做梦这种就真的就只有他一个，或者说你，
或者说你带着别人就是30多级牌子进我直播间的那种我记不住，其实那种我记不住，因为有不少人带着30多级带着别人开着别人提多总多的牌子进我直播间那种我都记不住，我也不会去故意跟人家聊天。嗯，我喜欢听太医。天白，你还在呢？你告诉我你在这个直播间的目的是什么？你不是不认识我吗？哥，我都不敢叫你宝贝，因为你带着别人22级的牌子。嗨，你是第一个就是让我这么慌的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男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以后你将会成为我直播中的笑话。只有你们是宝贝，他们不是，不是他们，是他。我不敢叫他宝贝，你知道吗？第一个他不认识我，第二个他没关注我，啊，他关注我了，是为了抢红包。我都慌了，真的，我都慌了。直播屋的。哎，你们现在都这么有梗吗？哎呀，我希望哎呀，你这个是我5点钟的战斗物，对不对？我直播间从来没这么尬过，就是哪怕说我心情不好，我起码能说上话。我现在心情呢也不是特别的差，但跟你连完麦过后，我居然不知道说什么。我说最近天气怎么太阳都出来了，原来是你给我整无语了。下次带礼物来，不用，你别取关就行。下次碰上我们这边再发红包，你就别关注了，再取关了，好吧？我们就当交个朋友，好吗？交个朋友可还行，交个朋友。哎呀，天哪，都给我整不会了。给我整不会了，是心肌梗塞的感觉。交个朋友，交个朋友，是心肌梗塞的感觉。哎，每天都关注一遍，每次我们这发红包，以后我们就发红包不停，这样他就不会取关了。每次发红包的时候点了再关，点了，哎呀，好无聊，简直跟我一模一样。我在那个哪儿也是，在那个某音，我去看看别人直播，看那个人家直播间开始发那个发钱了，然后开始发红包，发红包完了之后让加入粉丝团才能参加，然后加入个粉丝团，参加完了过后我就把他取关。疯狂折磨。就为了两个红包，你能干出这种事？你爱我，我谢谢你。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对，加粉丝团需要1毛钱，所以我在那里面充了10块。我充了10块，分别去各个的直播间里面加粉丝团，然后赚回本。我要可好听了。
是叫野生三十的歌是吗？野生三十是他吗？世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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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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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真是的，感谢奶茶老板舰长的支持，老板大气，上舰长没有福利，叫老板工作顺利，新船万事如意，好运生平安，祝老板永远不死，爱你哦。还是等我们老板大气，老板牛啊，老板你这不算白嫖，你这是持家，知道吗？就这样子男人以后肯定爱老婆，这不是，这不是白嫖，你这是优点呢、啊、老板打个板，老板说个绕口令，瞬间优点满满。没有，老板从始至终，我从始至终没有说过他任何不好，你发现了吗？这都是掌握在我手中的、嗯、拿捏，知道吧？爱老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说说，人家就为了抢个红包成本多高，哎呀，你说人家老板就为了抢个红包啊，不仅点了关注还上了舰长，说明我这个坏女人当的还不错嘛，说明快板也是有人喜欢的，数九寒天冷风嗖，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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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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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夸了，哎呀，说我有魅力，说我有魅力，
哎呀，既然这个老板礼物已经送完了，我看一看啊，这个时间了，我看一眼啊，这个时间我该走了，好像我好像该睡觉了。主播是潘金莲，我是大官，你是大官人。你跟我说说，你跟大官人有什么关系？我东西呢？都惦记我，惦记我干啥呀？我有什么可惦记的？到时候。这首歌，不信你听，真的，真是这首歌。强盗，Sorry, I'm sorry, don't leave me, I want you here with me。没想到也是个口技。就当这是弹舌。飞鱼老板好，老板好。突然不想听了。声音更大了，跟开了降噪一样。唱歌啊，我又不会唱歌，我五音不全，真是的。来个周杰伦听听，周杰伦老师吗？周杰有，给你唱个周杰伦老师的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再给你唱个周杰伦老师的歌。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想听新地球是吗？新地球，我给你搜一下。新地球好像知道这首歌，其实我现在能听了来的。OK， 下一首就是了，下一首就是《新地球》。这不是田馥甄吗？原来你们跟我一样，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认不清歌手，其实是故意的。怎么感觉我要哭了？没有啊。
好玩吗？玩什么？在我直播间为什么要 emo？ 应该和我一起嗨起来。好大一块。新世界，新地球，新地球。一见公主到阴间，被我的本宫喜新鲜，战立功啊！我不喝酒，我不会喝酒。我都没有练，上哪是？是唱的吗？说唱？中间的说唱也那几句也是他唱的吗？哎呀，我有一瞬间感觉我都不近视了，你知道吗？那是他唱的呀。不是诡异，是怎么说呢？不是，这话我不能在直播间里面说，这话我不能在直播间里面说。哎，我直接我都惊到了，你知道吗？我都震惊了，我不敢相信，我现在还不敢相信呢，我不敢相信这是林俊杰老师唱的。挺好挺好挺好，好听好听好听。
静姐老师，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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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对我近视，我近视，往后站我就看不清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是豆豆，哎呀。早就抛弃的誓言，还不如不承认。不用看清，我不看不清，我会故意的这个样子，这样子，给你算个命，好，给你算一卦。还有人说这个眼神色色的。我收到了，我看到了，看到了，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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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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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喜欢吗？不喜欢，我可以再给你换别的。我命中，哎呀，还喜欢吗？不喜欢，可以给你换别的。然后烧啥？金木。生的很寂寞。虽然我是人，但你是真的，生旦净末，神仙老虎，有见面会吗？见面会得过一阵子吧。怎么，你要上来上我直破溜翻吗？命中缺你，命中缺钱，对对对对对，说的特别对啊。生旦净末瞅我，那我是神呐。什么意思？我没有口音啊。我口音吗？有口音吗？我是四川人，现在在河北。我没有口音啊。没有口音。可能是因为就是有一首老师的歌听多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say， 那你乐器口音你重，你没有口音，你真没有口音。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口音可能比你重。有口吃，我没有口吃啊。口吃是磕结巴吗？还是怎么吃字吗？商店长没有，商店长没有福利，商店长没有福利，商店长就只有微信。啊，你要福利的话，你大可以，你大可以去你上店长那个直播间里面，你再续一个月的。你给我上店长，属实是没必要。你属实是就是没，属实可能是疫情，闲的，外加不死。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哎呦喂，别，我不配，这个说我。我不，我绝对，我和鞠婧祎老师半点关系都没有，人家长得那么好看，对吧？而且邓紫棋姐姐也是，邓紫棋老师也是，就人家长得都那么好看，和我有半毛钱关系哦？哎呦，谢谢，还是要谢谢好吧？还是要谢谢。哎呀，哎呦喂，好啊。
手指，不是，是因为我鼻子下面长了颗痘痘，他们非要说是鼻涕，所以我就一直挡，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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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各种挡，能怎么挡怎么挡，母亲母亲。只要连麦紧张连口音，所以你的口音是故意的是吗？我疏忽了，我不，我离镜头远，我看不清东西。我会故意的去这样眯着眼睛，给你算一卦。想远远观，过两天的，等过两天我隐形眼镜到了的，你想怎么看怎么看，好吧？过两天我，远看好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道理？天空仔不感谢，刚刚也关注了，那个把他给封了，把剑之水给禁了，把他给封了。记住了，记住啦。能到我家看吗？看什么？比，虽然你是舰长，但我希望你不要嚣张，好吗？这真不是鼻涕，这是痘。我不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不是石家庄的，真不是，我真不是。哎呀！我该走了，我已经播了一个半小时了，再不走我就忍不住和你们生气了，非要说我这个是鼻涕，哎呀真是气死我了。 OK， 这个晚上有你们真好，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轻松的晚上，希望你们下次开播就爱去，我是青木教乐器七哥，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知道的慢慢了解，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睡一觉，忘掉今天的烦恼，忘掉琐碎的事情，然后还要好好学习，拜拜。我很美，哎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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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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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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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啊，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重拳出击。兄弟们晚安。